去年还记不记得有参加那个减重？有。对，那我一个半月瘦了6公斤。然后呢？6公斤不是只有靠我蓝倍数哦。那我只是讲其中的一个。那因为我昨天去跟进我的会员呢，我发现他吃错了，所以那我为什么参加减重？我要先讲一下，我才受不了，我的肚子可以跟我的胸部一样高哎，然后我受不了了，就只好减肥。然后参加那个公司的减重，然后一个半月瘦6公斤，是我早上去喝那个活力倍数，然后三餐我一定加这蓝倍数，那里头有绿茶、萃取物跟那个绿咖啡，还有辣椒酵素。那如果说你们跟进你们会，千万不要告诉他吃这一罐就会瘦，不可能好吗？人家我是蓝倍数加活力倍数饮，然后再加巅峰，然后才有今天看得到。看到没？腰是腰，屁股是屁股，胸部是胸部，但是分开来了，不是一坨了哈。然后，你知道我会发现，我最近我会跟我说，哎，你越来越瘦了。其实我是在持续吃到现在，我没有停止过。然后我问他你怎么吃，他说一天一颗，怎么可能会跟我一样呢？我说我一天三颗。然后他现在今天开始就一天三颗，所以那个使用方法你也要告诉你会对不对？不然你知道这一罐吃完，他说哎为什么没瘦？那个吃错了。所以我就跟他说，那你就吃跟我一样，那你40点吃50点就有了。所以，以上是我的分享，谢谢。